接到了工人的通知，我们酒吧马上就要关门了。因为金融危机的原因，你看从西方国家开始，我们北京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你看好多大学生毕业，他们也找不到工作。反正就是那样，不知道怎么办。 该比在北上农，你要挑好年份呀，喏。工业上小，比不上你要弄给，不要弄些土肉吃，你忙要，你要跟人。